河山娇美壮丽。现在如果我有纸笔跟颜料，我一定能画出它真实的美。你这个死不悔改的禽种，别说我半斤八两啊。好，你帮我保管历史，我负责帮你去借，让你画个痛快。好，你要是能给我找全，我不但好好保管历史，我还能把你举起来。你抱过，一见面就抱过我，最后啊，你还不是叫我这小老头给摔倒了。国家里真有我放心不下的哦。我懂了，你放心不下的是那个胎上的女人头，我见过的比你的那个还甜还美。别打岔，你这趟什么时候回去？你是想让我回去帮你打听绿娘的下落？Take care of everything, okay?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introduce you a new outstanding artist, Mr. Lin Chen Guang. He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tools and techniques to express his love for his fatherland and his people. His words tell us that he was born and raised in China and always belonged to China. Now, cheers.Mr. Lin,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atulations. Your paintings are marvelous. I really like them. It is a Chinese lady walking. This is very good. The lines are marvelous. So much color. I think it's just...This. Oh, she's my wife. Oh. Thank you, 周叔。我真不知道怎么感激你。我们今天晚上好好庆祝一下。今天晚上，不必了。好。
上修造的房子借给我，让我们专心画画的。盖瑞，我们要回国去，不然他不让我们走呢。打死人也得走，谁敢不争呢？是你跟人家签了合同，不到期人家不给钱的。就算钱不要怎么样呢？该你的为什么不要？钱就是一切吗？那下次的画展怎么办呢？你是想叫我按合同把画画完，还是你根本就不想回去？两样我都想。你白想。你不走，就你一人留下。我回去，是因为从第一天踏上这块土地，我就没有想要待下去。你走就死，我就是要平平安安在这伺候你。我不要回去，眼看着你老是躲躲藏藏，老是有枪兵在你背后追你。那是从前，现在谁敢呢？听话，跟我回去。好人受欺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怎么忍心把你丢在这儿呢？Excuse me. Is this you? Oh no, she's my friend. No. Has this exhibition just ended? Yes, it has. Can I help you? It ended so soon. Well, it's been 3 months.Where is the artist now? He has gone back to China. Thank you. A pleasure. Chen Guang, Chen Guang, you're thinking what?他在动了，是不是困了？要不要请教一下人家的经验呢？我才不要他那么快生呢，我要等您看到新中国的时候。你说的好听，他会那么听话吗？我要他听话吗？每一个回家的人都一样，都恨不能一步就跨到家门口。我太太云英，你们好，怎么样？预产期快到了吧？我也弄不清楚。第一胎没经验，我们只希望回到家再生。回到家一切都方便。熊大，回舱吧。请问贵姓？谢秋山。哦，
或许你在中文报纸上看过发表的小事。对对对，最近的一篇《千秋万岁》太好了，好极了。嗯，总得有人为新中国喊两声嗓子。对，可惜太含蓄了。哎，总比太明显了登不出来要好啊。啊，怎么样，身体不舒服啊？怎么了，又咳嗽？大嫂，不要紧吧？尽快好了，只要回到老家，一切都会好的。张哥，妈妈，丽玲，你呢？怎么了？到人类将近2000年来的赞美和顶礼，还有无数座华丽的教堂，2000年终生不息。而人类的创造者，正是人类本身。人类创造了自己，包括上帝。为了创造，忍受无边海洋般的痛苦，哪怕得到的幸福，小如一颗透明的水滴。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领海。丽娘，起个名字，就叫星星吧。好乖啊。来，孩子，起来。来，好，你看，这是你的家啊。
说的是真话。虽然是这样的活着，但是只要有纸笔颜料，我立刻就会如醉如痴的画，因为全世界再也找不到这么美的国家，这么善良的人民。对，你什么时候帮我去找纸笔颜料？好，天黑了，老弟啊，我这就去啊。这个佛像怎么那么黑呢？哈，善男信女的香火把它熏黑了。奇怪吗？尘世间有许多事情的结果和原本善良的意愿是相反的。本来说我是一心一意感谢党的栽培，虽然我只是个不上树的画家，但只要党点到名，随便叫我画什么，我绝对无条件服从。只因为我曾经亲耳听到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时候所讲的话，他说一切的艺术表现要经过为无产阶级而斗争的意识来完成才算是好作品，不然就是坏东西、坏作品。本人非常意外，林成光同志今天会出席我们这个座谈会。相信各位你们都听清楚了他发表的错误言论，我们需要他来跟我们座谈吗？我想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我们革命最艰苦的时候，林成光先生您到哪儿去了？到美国接受资本主义的熏陶去了。换句话说，他对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一切是看不上眼的。到这儿来呢？没有窗户，没有阳光，没有空气，又没有天空。
是要生存的，没有窗我就画上一个窗，如果嫌它阴冷就画个春天。我们该在这个狭小的屋子里边创造一个广阔的世界。来，我们收拾东西吧。好。欣欣，妈，放学了。爸爸也下工了。哎，妈。哎，怎么不收衣服呢？妈，灵儿要跟他们家人到张家口插队落户了，所以他想请我帮他养一些。去跟你爸爸商量商量。妈，人家张大爷他都答应每天给我一些青菜了嘛。回来了。爸爸答应你。爸答应了，爸真好。灵儿，谢谢叔叔婶婶。秋山，燕伯伯，欣欣姐，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我们是来辞行的。辞行？到哪儿去？我和云英啊，都高升了，恭喜我们吧。从牛鬼蛇神升到武器战士，我去楚国，他去鲁国。湖南齐北，这八成是啊牛郎织女的故事给他们的启示。夫妻见面越少，思想改造越好。我不放心他的身体。你的身体比我好啊。哎，还没到唱北谣的时候，要唱也别在人家里唱啊。行行，张大爷放青菜来了。张大爷，你总给我们送些新鲜的东西。客气什么呢，后院的小菜谱啊还够咱们七八口儿吃的。哟，将军驾到。将军要到哪去啊？你们都在这儿。我们是来辞行的。我也是的，有人怕我们在北京造反，要赶我们到乡下去。其实啊，乡下才是造反的好地方呢。别怕，没有关系，老街坊了，哎，老朋友了。高兴的话就叫他独臂将军吧。他那只手啊还留在朝鲜做英雄呢。欣欣啊，伯伯就要离开你们了，送给我一张画做纪念吧。好啊，可是我今天画的是乌龟啊。哎，那怎么能送人呢？画个别的嘛。哎，乌龟才好呢。我要是像乌龟就好了，懂得什么时候伸头缩尾。你这个伯伯无能，倒连自卫也不会。伯伯，那他呢？他劳动时间忙得团团转，其实叫做无事忙，时间不值钱嘛。你呀、是个播音员，辛苦嘴甜开口笑，形势大好各处叫，苦哦、说的都不是真心话。真妙。有道理。那个咱们好像还剩点酒啊。剩菜也拿过来。好，诗人伯伯、喝酒不也要作诗的吗？对呀、酒逢知己千杯少啊。秋山，你妈能喝吗？玉英，喝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一起喝酒。
然是同志、战友、同胞，何必要给我设下圈套？既然打算让我戴上镣铐，又何必面带微笑？既然准备从我背后插刀，又何必把我拥抱？你们在我们嘴上贴满了封条，我们在自己脑袋上挂满了问号。真正的同志、战友、同胞，为什么不像星星那样互相照耀？
秋山，我规定我得去看回去啊，回去啊。他是谁？妹妹。爸爸。死了。妈妈。死了。去哪里？妹妹，她被落货。万一我回不来？哎，不会的，我一定会回来的。生日一定会很高兴的。哎，那还用说？去劳改。
就不要老改了。结婚了，我就要跟他一起出国了，马上就要上车了。要走才告诉我，你早就知道了。知道，你也同意。我同意，他还会回来的。我们不是早就回来了？我不同意。为什么？我不要我的女儿离开这里。我们曾经苦苦的盼望你出生在这里，因为这儿才是我们的祖国。可是又怎么样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爱祖国，依恋祖国。尽管我为他走了半辈子的黑路。祖国，祖国，你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祖国怎么样待你呢？我走是跟着我爱的人走，我爱他，他也爱我，而你呢？你爱祖国，苦苦留恋祖国，而祖国爱你吗？爸爸，我只是说了实话，我求你能原谅你的女儿，我希望你能送你的女儿，你总得去看看你女儿跟你什么样的人嘛。第一次出远门，爸爸就写信回来。
就叫星星吧。我是应该的。祖国一切都在艰难中，所以特别赶到美国去看你的画展，等我到了，画展刚结束。真谢谢你，你那么大力来看我。啊，你没有跟你父母和你先生一起来？我还没有结婚。去去寒气，谢谢。你们不是一直住在美国吗？爸爸还是喜欢法国。他也常想起你在上海码头所讲的话。他说，如果现在见到你，你一定会跟他说很后悔当时不跟我们一块走。啊，我去买点柴火，多坐一会儿啊。许多朋友都替你们惋惜，认为你们去了外国，又何苦丢下名声跑回来呢？谁会想到爱祖国还犯错呢？Thank you.
活在解放之后的祖国还要逃亡，长官，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还要逃亡吗？走，赶快给我离开北京。你给他们拍了照啦。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走，走吧，我会找到你的。你逃亡到外国去，我不是都把你找到了？